天呐，你这太狠了吧啊！真的很的，在我见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烟呢。对，真的很的。后缺是吧？后缺把东西下车。哇，雾不要紧的，这么多人把东西下一下就推上去了，一下推上了。那能物质推不下到这推的，雾不要紧，没问题。没雾没问题，我看多带的东西啊，没问题。你拿的你个不买人在高头往后推啊？这个救援这个电力的车啊，长城炮。等一下，让你上车刷车带走啊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把外头要拿车，我就怕保险杠搞掉，晓得吗？好，开始拿拿，你拿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就是没拿着。把脚本松点，把脚本松下子，脚本松下子。脚本松了没用哈，不用拉紧张。松脚盘松一下，脚盘松一下，脚盘，把窗户摇下来啊！对对。好好，那叫板叫板叫板，叫板拉拉。我怕他保险拿掉我，把他别掉。往外头，把轮子把这儿，轮子打这儿，前轮打这儿，前轮打这儿，前轮打这儿。还拿点，还拿点，还拿点。可以，没问题了，差不多了，到直线倒了下来，到直线。你倒哈，倒，你再倒，你倒哎，你倒哎。倒倒看他倒看他慢慢倒看他慢慢晃慢慢晃，不是他慢慢晃，先慢慢晃，他先慢慢晃。可以可以，把脚盘收了，脚盘脚盘拿脚盘拿掉。脚盘拿掉。脚盘收进去。把车子开下来，脚盘收进去，开车子开下来。带不带回来？带上吗？啊？我带你跟着回去看，没得。长城炮啊，一到就给这个电力的救援。幸亏这个长城炮今天过来，不然弄电的那个车还下不去。这两个
难生的太生了。来倒一把，过不了。没房子，没办法的，赶不过来。OK， 今天视频拍到这里，救援成功啊！欢迎大家关注王成佛办山木屋，拜拜。